但是我妈妈特别特别特别好，她肯定很喜欢你。我妈妈经常说我懒得很，说我，反正说我一直就说我又懒得很，又不会做饭什么什么的。嗯，有点她肯冷定很呢。喜欢你。对，那我过年的时候去你家玩儿。什么时候去都行啊，无所谓的。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过完年了，对吧？上次过年了也没回去，哎，上次过年了也没回去，这次。要，如果是你明天，反正你经常也可以来找我，去我家里面住那些，你也不用现在，今天也不用住酒店，也可以去我家里住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今天先住酒店了。你明天去我家吃了饭过后，然后以后你就可以经常到我家里面来住。嘎，嘎，点点赞，家人，哎，100万了，不点已了，经有100万不了，点了啊，家人们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已经苦你点们了一百了啊，万辛了。苦你们了。保密地方，好的好的，保密地方，家人们要保密好地方。他去王菲哥家，去王菲哥家过年。我怕这样子不，你，没事没事，我怕我一会儿又说那啥了。嗯。没事呀，他在王菲哥家过年也可以，在我家过年也可以，然后我们去杰哥家拜年也可以，反正过年嘛，我们到处家里都可以。保密地方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就不说去哪里的了啊，不说去哪里的了。诶，怎么都没怎么加入啊，小小的粉丝团哦，这些。我看一下，我有多少粉丝团啊？1333。家人们，没加我的粉丝团的，加一个我的粉丝团。我的粉丝团还没有杰哥的多。加个粉丝团啊，家人们！一毛钱买不了车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买到了和小小成为一家人啊！想你时，你在眼前。谢谢送来灯牌啊！想你时，你在。哎，哇，有6000个人。我看我现在有多少个，一下子多了100个人加我的粉丝团。对呀，粉丝团好多呀。1400啊，我们把尽量到1500好不好？还差50个人，我们没有进小小的，没有进小小粉丝团的，加一下小小的粉丝团。你对阿美好，以后粉丝就多了。阿美，啊，我对你好不好？不好是不好是不可能的，好很好非常好。什么不加我的粉丝团吗？那我就要揍阿梅喽！哦，那不行，那我要揍他喽！那怎么行呢？杰哥跟谁打电话？嗯，杰哥，应该是王菲哥吧？会不会是王菲哥过来了呀？过来叫你，会不会是叫王你菲哥带过你来开了？开车。有可能是，不会是吧？唱歌，唱歌那是王菲哥上场的，死了都要爱，对不对？不唱歌是，明你，我也擅长啊，嗯，我也擅长那你又不给家人们唱，你又不给他们唱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连到的咋一吗？把？打 PK 的吗？咋不打？不迷你打不打 PK 哦？不了啊，那个你找一下别人吧，怎么挂档啊？
不刷到你有缘分吗？直播间，不是，我看错了，就是，哎，好，怎么好多人连打 PK 的？随机你，他们是不认识也要连过来的啊、哦？怎么你要表演个才艺啊？什么表演？啊，你好宝，你好，嗯，宝子玩一把吗？怎么玩呢？我平时就是过程的话，嗯，站着，结尾盲盒，可以吗？盲盒是什么？盲盒就是，就是最后在想那个，就是如果有输，确实有输有赢的，然后结局再说。惩罚是吗？对。嗯，好。嗯，破十破百，那我先闭麦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小雪打 PK 了，打 PK 了，这个帮我拍个视频。打得过人家吗？小雪，你打得过人家吗？不知道啊，家人们，帮小小打一把 PK 啊，帮小小打一把 PK， 无聊吗？你后进啊，不然你看不到人，拍个照嘛，拍个视频。赢了，赢了，叫嫂子。是不是、哦？是不是、哦？就在那里拍就行了。哒哒哒哒哒，他们在拍视频。拍了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家人们，家人们帮小小打一把 PK 啊，打一把 PK 啊。刚才就是阿美不小心点到了，他看见好多人那个邀请 PK， 然后不小心点到了。就黏了一下，哎，他说，哦，他刚才还说做这个没进前两三，中间不用坐，坐着就好，啊，好的好的，那坐着就好。谢谢我的家人们给我送来的礼物。爱你们，这样子啊，这把 PK 要是赢了的话啊，你们是不是都想让我叫阿美嫂子啊？赢了的话，视频吗？你们相当于你们帮阿美凑了改口费了啊，你们帮阿美凑了改口费了啊，可以不？对不对？行不行？可以了。真的是。谢谢大家送来的小星星，天道酬勤。哇，那么多小星星啊！对，你输了你要干嘛？你赢了你要干嘛？不知道呀。你赢了的话，你要听粉丝们的。因为我肯定听他们的呀，他们有要求的，他们有要求的，你以为？有吗？没有吧。对呀、啊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关了，太冷了。杰哥，你坐过来。我们把这个关了，太冷了。是不是？等会儿再给他说，你们现在说了的话，他就看到了。家人们，不要给他说啊！家人们，哥哥，什么意思啊？冷的意思。谢谢家人们。家人们，哥哥，太阳哥哥了。关了，关不好哎，冷是不是？哇，好帅呀、啊！谢谢送来的墨镜，谁送的？呀，好帅！给送墨镜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可以吗？给那些送墨镜的点点关注。我看看是谁送的墨镜。嗯，你要盯着，不然的话看不到，不知道是谁送的。哇，家人们，你们看这个关起来了。谢谢红衣哥，谢谢狼们勇士。谁跟他打 PK 是吧？啊？怎么了？跟他打 PK 是吧？家人们，把这个、你又开始了，把这个打输了，然后这是我的改口费，这是人家家人们啊，家人们，你还有改口费啊？支持我的改口费。你改口什么了？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改口什么？怎么有改口费啊？这就是有啊、你们不懂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啊，你，但是惩罚是盲盒。
惩罚是盲盒，如果我们赢了，谢谢红一哥。盲盒是啥意思呢？盲盒就是谢谢有缘人，就是如果说我赢了的话，再定他的惩罚。哦、谢谢银姐姐送来的亲吻，谢谢融合四五七。众筹开，众筹改口费了啊、哦！众筹改口费了，一点心意就行了，佳美。谢谢厚道南京，谢谢送来的墨镜，爱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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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想现在才像个美女，什么叫现在才像个美女？难道之前像什么吗？之前，哇，杰哥这给我拍的什么照啊？路人照，还没有我，家人们还没有我在里面好看。这拍的什么呀？你们看，看杰哥给拍的照片啊、哦。你们看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哎，完了完了，谢谢谢谢红一哥，谢谢珍惜，谢谢英，谢谢用户四五七，谢谢南京，谢谢百川，谢谢谢谢大家，哎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宝。嗯，那个结尾的话，我一般玩的话，我先。